门杯哦，是，哎，热门杯这就厉害了，对，优质的社团，我们要跟大家真的比拼一下，好不好？表现良好的话，他们有机会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什么阶段？等于说把我们节目当成这个跳板，对对，没错，跳板不是拿来游泳用的，哎，跳板是展示，嗯，哎呦，展示武力展示就对了，哎，你很弹力耶，那你成不错一个人啊，是，平燕，你是哪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郑平燕。啊，你好。对对对，唱将很会唱歌哎。等一下，弹出唱片了。破关破完了。对呀。一起他们抽彩。哎，你就搞清哎。你跟大家说你在哪个比赛比出来的？超级红人榜过二十关。二十关已经破关了。他七个月就破二十关了。年纪最小的，而且还出唱片呐。对。哎，对，就是出我的新单曲《成长的歌》。那现场给我唱一下了，小朋友。哎，好，可以。好，来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才当卡的家，对，我爸爸妈妈很显然是被爸爸妈妈罚站啊，不是啦，你们是画卡啦，有满满的爱，卡的舞台啦，不错，成长的歌给他支持一下，来，请说。